今天真的是学过的。哎呀，老婆你好客气呀、啊，给老婆多加一个大家好不好？好、啊，谢谢，太客气了，我无法自己做你的老婆。那有男朋友吗？我要男朋友那就那我娶你们就好了。啊我们是你们，我们要拍照吗？要要要！哎呀，我们好，哎呀，选择太就不太好了。咱们要吃什么酱？甜面酱。说的。甜面酱，我们也是不一样。他们都不喜欢吃甜面酱，大家好像都喜欢吃红心酱。所以你看我的甜面酱一天都没涂过，是的。咱们要加什么？加黄瓜、黄瓜、香肠、香肠、洋葱。肉松啊，这香肠刚吃的不好吃，我们一人掰一半，先吃一口，有点烫。快点，出锅了，干嘛？这个小人有酒，你过来吧。厉害，你看就是真的是在认真做的。你学习倒不重要，但是每天一两百个跟你，我觉得不如学习的。最近都在想吃饭。11:50买到了果冻乐意的煎饼，总共排队花费了3个多小时，但真的7块钱的饼情绪价值拉满，我觉得好值啊！尝尝看这个煎饼狗子，哎，好大一个！不管它是不是网红煎饼，这个大小一个7块钱，是真的很有性价比。嗯，好吃哦。